来，爸爸妈妈向亲喜欢，欢迎收看两点到四点的黄哥阿勇啊主持的歌声满天台节目。然后先带来咱台罗姐所点播的这个《爱的回航》，好、哦、嘛是江山蔡妈妈爱听的歌曲哈，好、哦、做回来欣赏哈。为什么你要把我装满船舱？为什么你要离开爱的海港？是你的人，深爱你的人，别再让他苦断了肝肠。为什么你要寂寞承受迷茫？思念你的人，深爱你的人，别再让他看清方向，回航啊，快回航！等爱的永远都会有风浪。痴情的人在呼唤你，爱的海港才比艰难想。谢谢咱的江姐、杨爸爸、杨妈妈、香香姐、邱金姐啊，来陈露姐、小弟儿，谢谢米哥、米嫂，谢谢阿奶、陈妈妈、宝玉姐、锦绣姐、奶学妹，谢谢阿哥、咱的刘的用哥，谢谢阿刚三彩妈妈，谢谢美月姐、美焕姐，谢谢哦。为什么你要孤独，饱尝忧伤？为什么你要寂寞承受迷茫？思念你的人，深爱你的人，别再让他呼唤呀忧伤。回航啊，快回能看清方向，回航啊，快回航！等爱你永远都会有风浪。痴情的人在呼唤你，爱的海港才比艰难想。啊、谢谢怡君姐，谢谢怡君姐啊，谢谢珊珊姐，还有戴丽华姐、贺娟姐、小佑佑哎、美玉妈妈，谢谢。